哎呦，白雪，你这是又画什么呢？天天就知道画画画的。你看看我，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多糖呢，你什么都没有吧？贝儿姐姐，你别看我什么都没有，那你看我画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的糖果。嘿嘿，我的糖，我只要画出来你的糖果了，我的糖果就能变成真的了。哎呀，你可别吹牛了，还能画出来就能变成真的？我才不相信呢。你不信呢？那你就等一会儿瞧好吧。只要我喊一二三，我的糖果就变成真的了。哎呦，真是吹牛吹大了！来来来，你喊个一二三，我看看它到底能变呀？它变给我看看呀！来来来，你们跟我一起喊一二三，我的糖果就变出来了。一二三啊，快看，真的变出来了一个了！啊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的天哪，怎么变出来了呀？贝尔姐姐，你看好了，我再喊一二三，我的糖果又变出来了。一二三。快看快看，变出来和你一模一样的糖果哟！我没骗你吧？哼，指定是有人帮你。你们都不准帮白雪喊一二三，不准喊了，知道吗？你们要帮他喊一二三，他糖果就都变出来了。我才不要跟他拥有一样的糖果呢！不准帮他，不准帮！再来最后一次，马上就都变出来喽！一二三，开始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！哼，没人帮你的。哇，贝尔姐姐，你看你看，全都变出来了，怎么样？这回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谁让你们帮他的呀？真是的，为什么？